今天刚开张，一定要整个开门红。小不点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吓我一跳。嘿嘿，逗你玩呢。买啥呀？不买啥。不买啥就过去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刚开张也没人嘛，我过来陪你聊聊天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玩玩游戏挺好的。哎，你玩绝地求生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把把吃鸡。得了吧，你别吹了。小不点，我啥时候骗过你？给，我这有记录，你看。哇，好厉害呀！那你帮我打打吧。帮你玩玩也行。哎呀，就是有点饿了。哦，饿了是吧？来来来，吃面吃面。哎，这才对嘛。优哥，我肚子不太舒服，你先帮我看看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好好好。这小不点还是太年轻了，这超市不是羊入虎口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我今天状态不好，肯定帮你吃鸡的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再帮你打啊。这些我这先拿走了。哎哎，什么人嘛，吃了我这么多东西还一把都没赢。不行，我明天一定要整整他。你可算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给我连你最爱吃的方便面都准备好了。小不点，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，你也太够意思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蹭吃蹭喝了，我今天要不帮你吃到鸡，我就不姓游。游戏先不急，你先吃饱了再说，以后咱俩天下第一好。给你说了，给你加了点佐料，是不是很特别呀？我的鼻子，让你再来蹭吃蹭喝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幸运大转盘了啊，转的什么拿走什么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哎，老板，这个怎么玩的呀？看到我这转盘没？你转到什么就拿走什么，十元一次。抢了这个高高。那好，我们玩一次好吧。来，老板，扫码。我转，你们喊停。停！哇，现金500元！不会吧？我看。哇，还真是现金500元！你们这手气也太好了吧？没办法，我们天生就运气好。你看，这把火腿肠送你们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快点钱。老板，快。行，给你。给，刚好500。谢谢老板。啥人啊？今天刚开张就赔了500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再这么赔下去，我油膏可不得哭死了。幸运大转盘了啊！欢迎挑战，走过路。
加个关注呗。姑姑，你看老师旁边是啥？哇，是西瓜，我的最爱。走走走，赶紧的。你们俩怎么磨磨唧唧的？上课铃都响半天了。老师啊，这天气太热了，你把我们叫出来都快中暑了。就是老师，天这么热，怎么不去教室里上呀？看看这是啥？西瓜。哎，你们干嘛呀？这是我这次的考试内容。啊？今天我们考试呢，谁吃西瓜吐西瓜子最多，谁得分就最高。还有这种操作？老师啊，你这脑洞也太大了吧，真是没有你想不到的。你以为呢？好了，你们两个谁先来？我先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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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，我来。行行行，别争了，你们俩一起来。油糕，我今天一定要赢了你。胜负已定。吃了吧，这不天气热吗？多吃点西瓜。哼什么哼呀，吃西瓜都吃不过我。好了好了，下课啊，你们记得把卫生打扫了。嘿嘿，我又一百分。果果来，卫生打扫了，拜拜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加个关注呗。姐，我想吃棒棒糖。你都多大了，不怕长蛀牙呀？不嘛不嘛，我就要吃。这熊孩子真拿你没办法。坐。玩挑战送巨型棒棒糖了啊！好吃又甜的棒棒糖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超级巨大无敌，反正就是好吃的棒棒糖啊！棒棒糖，巨型。姐，那有巨型棒棒糖？哎，不，好吃的棒棒。美女啊，想吃棒棒糖呀？哎，不许吃！哎哎，来来来，先送你个小棒棒糖吃啊。姐，你看人家老板多好。我这儿啊还有巨型棒棒糖呢，只要你够厉害啊，这个都归你了。你要玩你玩，我可不玩。我玩我玩。好好好，一次五十。五十这么贵？哎，姐，你想想，我要是赢了，就能赢这个超大的棒棒糖，那我可以吃好久，我们就玩一次呗。你要是赢不了，以后都不许吃糖。那成交。干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嘿嘿，你俩看到这个黑板上了没？黑板上呢有一个二字，你俩要用这个二呢能写出十个字来，这根巨型棒棒糖啊就归你们了。就写出十个字这么简单？当然不是，是二字只能加一笔写出十个字，我才能送你棒棒糖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，老板看我的。
么疼？那可是我花大价钱做的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